你看我指甲都劈掉了。什么？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啊？不高兴了？对。那你这是怎么了？哎，爸爸妈妈呢？他们都去买香蕉了。怎么了这是？嗯？没事。没事。没见钱。真欺负。嗯。我还有汤呢。怎么灭了？哎，我来，我来。哎，别动，你别动。你一天工作很忙了，从今往后只要你回家，我什么都不会让你干，都是我的事。我给你盛一碗尝尝。嗯，那你真香。还行吧。哎呀，我们家小猫是越来越能耐了。哎，那你喝很烫吗？你指甲怎么了？不知道怎么弄的，你不好看，你别看。帮我做鱼汤的时候弄的吧。嗯，你快尝一尝。特别鲜，特别好喝。真的吗？那我也尝一口。嗯、不行，小猫给我做的不行。哎，你给我尝一口，你小气死了。嗯。你给我尝一口。啊、不给我尝一口。嗯、你烫，你慢点喝。那、啊、你不要跟我抢嘛。